全越南100蝶预赛广东新星第一，上届冠军第五晋级。北京时间9月24日上午，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进行的第14届全运会游泳比赛结束了男子100米蝶泳预赛。200米蝶泳冠军广东选手陈俊儿以52秒60排名第一，天津选手王长浩53秒15第二，江苏选手郝运53秒17第三。名将级选手在第四组开始出场，浙江选手李朱濠。 在他这个保留项目上，实亦犹存。他以53秒23列小组第一，总排名第五。